天气冷，带您吃没吃过的火锅。五斤肠旺您吃过，但是五斤肠旺火锅呢，同样有鸭血，有肠旺，还有泡面，尤其泡面沾上这浓浓的麻辣汤汁，让您回味无穷。热锅里葱蒜和特制的麻辣酱先爆香后，再加入熬煮好的鸡汤，还有新鲜的脆肠、酸菜和鸭血，满满的好料随着大火在锅里不停滚动，一直冒着香气，整锅煮到变成红色的汤头，一看就很够味，让人口水都快流了下来。端上桌后还别急着吃，因为老板有个独门配料，泡面还没有加进去。这个面一定要煮到八分，真的是八分熟，跟牛排一样，真的要煮到不能全熟。煮到八分熟，面的软硬度最适中，搭配肠旺鸭血一起吃，肠子脆脆的有嚼劲，面呢超好吃的，赞，只能说赞，吃起来又辣又过瘾。看看这位先生马上就吃完了一碗，脸色红彤彤，身体暖乎乎，要那种泡面下去煮啊，下去吃，那味道吸进去真的是好吃。麻辣的肠旺汤全部都被吸进泡面里，除了很入味，也容易让人有饱足感，在冷冷的冬天很适合全家人一起来麻辣一下，暖暖大家的胃。记者张正慧宜兰报道。